那可否把这枪的长处啊？请侯大人过目，这是带刀依托这几种枪另行设计了一支。 这新枪怎么样，红毛？说说。这么快就抓住了这个墙的熔焰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！你真是天才。照猫画虎而已。好，好。这是我越级自制的头一支兵枪，既脱胎于五国，又产于广州，干脆取个广州城的俗名。 且叫他武阳枪，名副其实。你俩尽速画出图样，我等好试造样枪。知道了，大人。总办大人招呼。 嗯，黎明中的改装业已完成，新厂就由带刀与贺盾管理，你暂且撤出。你就协领局内护军，秘密征召200件勇，严加水陆训练，听我号令。谢顶爷做吧。记着，此事不能让第三人知道，明白吗？ 赵大人军舰，越局侯九满以五国样枪为本，积极另创新枪，并着手设计图样。 转眼就不见了，奴才也不见。那贼人极为熟悉侯府内环境，最后就像躲入那间卧房一般。哪间房？回姑爸爸。是在玉姑小姐房前消失的。不可能。
绝对不可能！那丫头是双残脚，怎么可能与你对打？也许，并非小姐本人。设计新枪昨日刚刚议定，怎么当夜就出了贼？此事您二人同什么人讲过吗？大人，待到大意，昨日回府时，带刀顺嘴对玉姑妹妹说了一句。 还有何人在场？没有，身边人都没有。此贼专盗枪图，想必是行内中人。这是不知他为何人窃密。可恨！进我的门，为何总这么粗野？昨日刀二和玉姑在院中议论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听到什么？我在读书。不可能吧？凡刀二和玉姑说话，你的耳朵格外长。你什么意思？枪图被盗，你凭什么大清早的向我质问？你怎么知道枪图被盗？老侯进门说过此事吗？我。 总而言之，即便是枪图真的丢了，我偷他做什么？这老侯就得问问你了。你恐怕不会不知，大清的枪炮局虽设立的早晚不一，大小不一，但为了防止全是汉人把持，朝廷还另设了一家全由皇亲国戚经营的天津的北洋枪炮局。虽说目下这枪炮局归了袁世凯，但它也是朝廷的禁制。 你莫不是胳膊肘朝里拐吧？你有证据吗？你赶紧禀报太后，若不帮着老侯追回被盗枪徒，老侯干不了这份差事了。你，侯九门，你少来诈我！你进来吧。哦，妙便算了。 姓牛的，你是否在我府里藏有暗桩？大姑说的是什么话？下官怎敢做这种不要脑袋的勾当？那枪炮局呢？你是否在侯九满身边藏了眼线？枪炮局？怎么？真有？没有。吞吞吐吐，竟敢在大姑面前藏着掖着。 遵太后懿旨，本大姑有在应急时射杀三品以下监官之权。你不正好是个三品吗？大姑息怒，大姑息怒！下官是在枪炮局收了几个好心事大烟的喽啰，但他们都进不得侯大人身边。此话当真？下官拿脑子担保。 看样子是另外有人瞒着太后，在打越局的主意。我大清已是多事之秋，无奈还有监官在窝里作乱，着实可恨。敢问大姑到底出了何事？哼，此事悄然平息禀罢，否则本大姑定会顺藤摸瓜，都放到老佛爷面前说话。
是你吧？没见过你这样的傻少爷。那啥，进屋喝口水吧。哎，别进来。 阿婆，和阿叔、阿婶讲讲，把这草卖了，给姑娘买件衣裳吧。曹总无分贵贱。贺顿老师，夫人，你有什么事？我找他。 你们谈。大福晋，已经很晚了。你也怀疑，是我指使人盗了你的图？哦，不，不，不，待到想不出，大福晋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转告那人，看顾他的并非二三郎一人。 他的局里，恐怕也有暗桩。你为何不自己去告诉大人？马哲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变得畏畏缩缩。二三郎，我知道，你心里非常的苦。 你不但奉旨，做着极不情愿的事，而且奉旨做着极不情愿的人。你真的了解阿尔萨兰吗？二萨兰，自从你在带刀的病床前喊出蚂蚱这个名，这些日子，蚂蚱清楚的看到侯大人对大福晋、对大福晋和带刀，什么事都心知肚明，但他为了枪炮，一切都佯装不知。 被蚂蚱害眼，那人越是这样，就越令阿尔萨兰永无出头之日。大福晋，请回吧。 回吧，大福晋。好了，带刀，你教我画画这枪图吧。也许哪日，我也像西洋女子一样，出门做事，或许我也会在枪炮局上弓、造兵枪、造大炮呢。 大福晋，天确实已晚了。不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画几笔才走。这，蚂蚱哥哥，那你拿好笔和尺吧。 画哪儿？怎么画？
把尺子放正。哦，对，何故撞门？你们在干嘛？额娘有事，要带刀转告你阿爸。呸！你与那个人房间只有几步之遥，有事不去直讲，何故绕远托人？ 我和你阿爸，你又不是不知，就算你与那人不协，但你毕竟担着大福晋的名，你不要脸，可着院里还有别人。你说谁不要脸？你不要脸，住口！你这小蛮妇，你咋能欠我一枪？你都放下，放手！你们怎么在自家府里还诗歌带枪？带刀，你也好不要脸！不管你过去是否与他相识，但你怎么都不该对不起那人。 清楚，表兄要你做的事儿了吗？小的跟民警死的，连先是哄着查理走私诈销，调出他的同党阿圭，然后借机夺了阿圭这些年当盐运使失以来的贪银，同时又回过头来收缴了查理的黑盐和黑税饷。别伤了查理性命，爹，你何必顾及跟小红毛说的那句话？妃娘，这。 爹法旨，小的照办就是。快，都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少爷，阿奶让我告诉你，我已有了衣裳，不必再割了。啊，要割，要割。 这草是有主的，不能乱割。什么？草也有主？人家是怕你爹，这急事才非敢问你。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那，要不我陪那家银子吧？不必了。我爹说，他帮这家干几天杂活就是了。哎，小姐，等等，小姐。 敢问小姐芳名？烟。什么？烟。连姓带名，就这一字？哦。烟。很美。烟能呛人，难美。啊？是那冒烟的烟？
为何要叫这个燕子？阿爸说，日日月月，年年岁岁的熬盐，我便是那盐变成的烟，海风一吹就散了，没了。如果小姐愿意，请跟你阿爸说说，把烟改成嫣然一笑的烟吧。什么叫嫣然一笑？就是女子很美很美的一笑。可是阿爸不懂这个字，阿妈阿奶也不懂，而且我们炎帝很少笑的。少爷，你是个好人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没让烟这么快就被风吹走。我走了，不要跟着我了。你是人，不是烟，你不会被风吹走的。这猴子果然成精了，这么快便疑心到我北洋来了。大人，听牛子勋说，那位大姑还威胁说要把这事儿告到太后面前去。那几张五羊枪的枪图，我们的人看了，能造吗？惠大人，那几张图还没有完全画好，造是能造，就怕造出来就驴唇不对马嘴了。蠢材！最近朝廷已定，铁良很快便巡查全国的枪炮局场，这可是攸关各家去留存亡的大事。我军局搬迁德州新建，难掩弱小。如若其他局过于光彩，金局则更显暗淡。最好能利用这几张枪图做些文章。大人不用明说，夏走心里有数了。是何人打枪？但确实有一贼人闯入府里，山地暗自跟随，本想探明其来路，不料枪响，贼人闻声而逃。你是说，此贼身后另有一贼替其报警？你才是贼！枪是本姑娘打的。玉姑，你，怎么，
好像少了一人。你平日打枪精准，要打为何不击中或者把他击伤呢？啊？哼，玉姑，你别走，你把话给你阿爸说清楚。枪弹打在谁门上，谁最清楚。望尔等日后明白羞耻，好自为之。散了，各回各房歇息。慢，看来这枪是冲着我的房门打的。散了。都等等，等看清楚了再散也不迟。姑爸爸，还是明日再见。不，今夜一定要弄个清楚。贼是冲着我大福晋来的，这枪也是冲着我大福晋打的。老爷，是你看见这东西是那贼人丢了我姑爸爸房门的？住嘴！没人问你。不是从刀儿那儿盗走的，要还也应该还给刀儿，为何偏偏丢在大福晋房间了？此贼是想嫁祸大福晋，还是格外惧怕大福晋？什么都不是，他们原本就是一伙，贼喊捉贼，监守自盗。玉姑，你怎么能这么晚还不睡，专门盯着人的房门呢？什么呀，阿妈，我是听见这房子什么地方有动静，我被惊醒的。如此便好。你阿爸说，今晚刀儿在局里赶工，叫你不必疑神疑鬼。我不听，不听，玉姑不听那人讲。老佛爷，你让奴婢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谢谢各位大驾光临。查理船长，洋人真是生猛啊，他这一日之内就娶了七位新娘啊。不多不多，一天才有一个。查理先生，恭喜恭喜。 Congratulations, Uncle Charles. 后大人接受邀请，我非常荣幸。里边坐，里边坐。哎呀，侯大人，哎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阿爸，你的二少爷是我的伴郎，这是他给我介绍的夫人们。哎，谁说的？不是我。大姑，下官得知侯大人秘密训练了一支既能陆战又可水战的军伍，不知想干什么。先盯着，不到紧要之时切勿毛躁乱跑。下官明白。七个老婆贼娘的，
羊都肥得快成猪了。盯着，今夜行动，盐场、盐运使司衙门、附近的李金税卡、查理的船，同时拿下。船上都是自家兄弟，不要伤人，不要让他们看出破绽。记住，务必夺得各地私盐的行销凭证，以及海图、荒田的户主簿册。阿贵别动啊，老侯留着此次还有用处。撤。半夜的，你上海边做甚？孩儿惦着阿爸的话，在日夜苦想着如何能够拯救一乡。那女子不嫁你魔怔了是不是？贼娘的，怎么这么蹊跷，偏偏让你给撞上了？你把那阿贵弄哪儿去了？那个吴丁贵走后，孩儿将阿大人送回盐运使司衙门了。你报官了没有？没有。阿爸，你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？你打算举发你老子？我。老爷，盐运使阿贵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。是。你待着。阿大人，请。侯大人，侯大人呐！哦，公子在，多谢大少爷。阿大人受惊了。阿贵找我还是找大公子啊？侯大人，多谢令公子昨夜救了下官一命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去报官，跑到标下府里作甚？罪臣阿圭，求侯府救人救到底。大人，罪臣被人抢掠，即便想隐忍不发，可为大少爷撞见，这事儿是瞒不住了。索性向大人您彻底坦白，求大人为罪臣谋条生路啊！罪臣，那你说说，你都犯了何罪？回大人话，这些年，罪臣与盐枭私商，还有洋人查理，内外交结，贿赂公行，误了些银子。贼娘，勾当包天！你身为盐运使，居然勾结盐枭，那大
庭、朝廷、大宋的税银，还不进入尔等私囊？张良，替我绑了他，送官。不不，侯大人，侯大人，请侯大人看在阿圭与侯府大夫近乃一姓祖宗的份上，求大人救救。既然不支持，事到临头还东攀西扯，我给你面子，大夫君就在府里，你去找他。不，不不，大人，大人您就能保阿圭一命啊？您不是有块万岁牌子？贼娘，没见过天底下有你这么不知羞耻的东西。是137户，严定户籍。要想知道，你没有名字，只有个丙辰99的丁号，此等羞辱，超不过100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这136户人家，就是我枪炮局的工匠，男人、女人。细仔都有工作。老人家，你怎么不高兴啊？侯大人，您的确是个好人，但是大人有所不知啊，许多这个严丁的户籍都是刻在盐运使衙门里的石碑上的啊。石碑？还有石碑？你也是？而且大人的厂子建在此处，断了我等用水洗盐的河道，往后啊，我们不知要吃多少苦头啊。哎，走。大姑，贵府的老爷又犯了死罪，朝廷的盐客税饷是能随随便便落格的吗？什么落格？这是本地土匪的黑话，黑吃黑之意。哼，真没想到，你对土匪倒是很熟悉。大姑，这桩案子非同儿戏，是不是即刻禀报太后？铁良大人不是要来了吗？让铁大人看着办吧。铁大人是来查枪炮的，未必想到盐税上的事。可侯景满节扣盐税也是为了枪炮，铁大人自会查账。那大姑的意思，大姑的意思已经有了。哼，看来日久生情，竟开始护着那猴子了。五羊枪，大人请，但自己上堂。好，重把心，重把心，好好。铁大人真乃神枪啊！
您这枪法似乎从未这么好过。李大人再放几枪，让我等再开开眼啊。重靶心，有重靶心。何事这么慌张？出什么事了？我刚才去西乡会，看见好几个中国人在面向西方商人悄悄地推销无央昌的腐蚀图，而且有的商人很感兴趣。你看清那些图了？看清楚了。贼娘！你刚才说你看见洋人对五羊枪很感兴趣。是。红帽，你马上回西商会。你乖，你去了以后一定要给我盯着那几个人，马上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千万要悄悄的。